你看老伴他们妈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今天姐夫他们回来过节嘛，没有什么，我们杀只鸭，还炒点别的菜的可以了，是不是？走吧，杀鸭去。好大一只鸭子呀！去的那去。会游泳吗？鸭子怎么不会游泳呢？啊！你今天尝个鸡肉啊！嗯，把鸡屁股给扔掉哦。待会我又夹到了嘞，每回都是我夹到鸡屁股。那说明你自己运气太好了。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嗯。放盐，放那个姜，放点生抽，这些都放进去等。他想吃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吃。料酒。放少一点吧，没事吧，料酒是提醒你，最重要的还是盐。对了，我来搅吧。不用，直接拿锅盖盖一下。好的。干了，再去炒一下。把脚也没拿下来，等一下再拿。酱油，胡椒不要了吗？胡椒放在后面呢，不要八角啊。可以了。哎呀，终于处理好了。拿回去煮了啊！嗯，快上来吧。哎，可以。香喷喷的，知道是啥没有？知道，排骨做好了。猪脚肉。嗯。哎呀，今天这个鸭也搞个白切鸭可以了。耶。白切鸭都免得那么油腻嘛，是吧？嗯，油腻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拿一个大锅煮，整只的煮。整只的煮，然后端上盘又整只的撕，对不对？整只的，等下再切呀。啊。现在放一点点盐，那姜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姜不是已经在那里了？放一点点盐就行了。嗯，稍微放一点，不能放多，太咸了不好吃，它就没有那么甜了。放点，等一下炒的时候还要放盐呢。对，多放点老姜。等下不炒了，直接切的就可以吃了嘞。哟，是那种啊？那是甜嘛，真的。嗯。多放点姜。哎，一手抓不完。没有葱花是什么？哎，那料酒呢？料酒好像在外面。哦，我去拿料酒进来。嗯。我倒点蚝油。蚝油来收拾啊。对。可以。没有放那生抽啊？生抽放啊。可以吃过了吧？可以吃过了。
上厨房。我准备把这个鸡肉给炒了，先把这个姜炸熟。对，土鸡肉。土鸡肉啊，等下再炒干一次。嗯，放点盐，放点料酒，碎下心。可以起锅了吗？可以就行了，起锅了，起锅了。嗯，开吃了吗？来喽！来喽！要不就烂仔了啊！公公快来哟！来吃一口鸭油先。来喽来喽！来，抓紧来了，抓紧来了。哎，我们的工友。老王，开菜嘞！不要不要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就这个。鸭肉，鸡肉。可以吗？妈妈，你们放啊。好，你们看，这一下等妈妈今天来了。妈妈，是不是？来，今天你。妈妈。对的。看妈妈，你看，老看着妈妈。对吧？把门盖上吧。开动，开动。搬一人的皮啊。来了来了，买啥？你看有那个钱没？这个那个也不香味，这个也不香味。好啊，嗯。哪里是吗？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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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两个商量一下，来这个酱油，酱油叫这个小米的。哎，俺不喝，哎，俺不喝，哎，俺不喝。哎，差不多。他卖什么？嗯。哪里？我们不是这个。这家的。哪家？哪家买的？啊，哦，没放酱油啊，放点生抽。哈哈哈哈哈。生抽。生抽嘞。这个鸡多。没了没有。
那是建议是吧？慢慢的，这也好。你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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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